接到机长通知，由于北京天气原因，今天的航班已被取消，现在请大家全部收听我们准备下机。下机前请特别的注意。妈，我都到高铁站车门口了，老板突然通知我参加明天的会，还必须得赶出一份 PPT 来。哎，我回不去了。你说那么多干嘛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晚走。你想办法开一辆车过来接我。怎么，输了球不服啊？早揍是吧？想打架是吗？你在干什么？让出来！我看看，这傻不傻？一点默契都没有。你故意的吧？你以为小优我嫌弃你？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损失最大是我好吗？抓正常。你不在，知道谁给我占座位，睡觉谁给我玩。从今天起，就让小爷我罩着你。喂，我明白。华东区市长报告给家人去。收到，收到。明白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毕业以后，你准备去哪？要看你去哪。反正你走到哪，我都能找到你。干嘛老走那么低？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？我都追了人家这么久，让我往后的时光，不准备再打算。你说喜欢人家，其实啊，我有喜欢的人，只是我不是怕说出来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吗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你再等一等，马上就好。你说谁想去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你怎么这么做？想吃什么？就等我招惹我。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。来了。你真的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公平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担心你，是不是你觉得我会耽误一辈子？不然这么想也可以，到此为止。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？如果一开始我们没有相遇，我订了今天晚上的飞机，出国，大概以后也不会再回来。后面啊，就这么过了。你一个人在家，记得少抽点烟。我不在的时候，照顾好自己。好，老公把电话关。是不是不是个偷了？他消失了。没有人给我送早餐，没有人在我耳边。我开始有勇气，千万别将拥有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我突然想到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他，他很笨，很烦。然而此刻，我想知道他好不好。你先自己去房间。好久不见，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，想你了。对不起，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。可是你只能在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
其实我也挺想你。你俩都谈这么久了也不让我见，不合适吧？你什么时候的来？今晚呗，今天我没通告。我一会儿叫人送你大闸蟹来啊，绿不了你吃的。